没整齐呢，是吧？啊，欢迎大张伟同学，欢迎明涛姐，欢迎我们的慧文，再次欢迎各位，来，有请各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们是那个《我去上学的第二季》的明星啊，哈哈我是那个大张伟啊，大家好，我是鹿晗，哎啊。大家好，我是冻龄少女刘敏涛。哇，真棒！欢迎我们的敏涛姐来，慧文。大家好，我是张慧文。哎呦，掌声！耶！哎，我发现啊，你们这次跟大家见面和我们上次开拍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是不是经过了这次校园的那个经历之后，又有了新的体会啊？哎，你说话都一个调哈。我知道这回那个上回先就是这样的。我跟你是一个频率的嘛，啊、对吧？你不会要问我说我刚才说了什么吧？您说什么呢？您说您再问一遍。我太理解您的节奏了啊！来，鹿晗同学，你看你跟他这么久，我特别能体会你的难处。来说一说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这个感受好不好？来，我们俩相处特别好，特别的和谐。对，我们承认差别嘛，承认差别才能和谐。不是，因为陆老师长这么好看，对吧？我的气质这么的高端，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是属于是天然合一的啊。啊，天然合一啊，特别棒啊！哈，其实呢，还有一个跟你们天然合一的同学，今天没有来到现场，但是通过那个大屏幕呢，也给我们送来了祝福。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是谁，好不好？来，请看大屏幕。薛之谦。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薛之谦。具体信息是什么？听到了世界和平。没有，他就是说他特别开心，然后那个能够继续的活下去，然后那个继续的跟你在一所学校还能活下来，因为他录节目时也特别开心啊，跟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都跟同学似的，特别棒，特别棒啊！我们今天也再次掌声欢迎四位宝宝，好不好了？欢迎你们，我们坐下来聊，接下来来有请各位入座，有请，大软同学啊，你看今天呢好像在台上只有你一个人的校服，不太这个和大家一样，你是怎么想的呢？我什么都没想啊，就来了。这就是老师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是不是？老师们最开始第一天都有点对我的被我的气质所震撼，然后呢，一般后边都习惯了，就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敏涛姐，您是没跟大张伟是一个班的，是不是？对，我们俩不一个班。哎呦，太好了，那您这个班应该非常的欢乐。我们班就是比较重情义吧。就是。是笑什么，伟伟？我们是有多狠呢？我很正经的，就是因为他那个班里的同学们、孩子们，就是他是一个我们那个班最后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哎呦，就是搞得跟生死离别似的。但是确实都是真心真意的，就是五天的相处下来，感情太深了。您当时是跟哪位同学一起在一个班的？跟潘玮柏。哦，跟潘帅在一个班哈、啊。那个慧文是新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超能学院来，是不是？对对对。你是跟哪位同学一个班啊？大老师一个班。哎呦呦，那你快来，这个大老师身上有什么气质特别吸引你的？其实我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跟，因为当时鹿晗是中途，后面我们是跟大老师还有薛之谦老师是一个班的，所以是三个人一个班，我们应该是一个活宝班。哎，那鹿晗同学新加入进来一位小妹妹啊，你有没有作为学长特殊照顾？啊，我们俩都没有在一个班的。我没有在一个班，没机会照顾了。对，只有在走廊上碰到过，肯定要照顾，因为之前也一起上过那个跑男。对，所以那你就是有特殊照顾大张伟吗？我都是大老师照顾我。哎呦，我你说说他平时照顾不了大老师。没有。你说说他平时哪方面特别照顾你？我们都是相互缠绕在一起，搅拌在一起的，特别的，就是说相互感情交织，是这样。那行，那既然双方都感情交织了，我们也特别想期待一下二位这个交织的成果如何。所以今天我们要现场呢检验一下二位的这个结晶的超能力有多厉害，好不好？来，请各位二位出列，先二位出列，来有请到我们的测试区，请移步到我们的测试区，对吧？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道具。还有测试呢，哎呦。因为今天呢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两个任务，一个就是测试大家的超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把这个超能力的这份力量传递出去。所以首先呢要请二位给我们展现一下你们在学校的这段期间你们的成绩如何。来，第一个环节让二位呢十秒之后，我们再来全场啊！我们一起倒计时，好吧？来。
够新鲜，可以了，可以了。哎呀，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好。可以了，可以了。来，我们暂时把这个板子背后翻过去，背后翻过去。帮我们找出黄晓明同学。说话感觉走过去的步伐非常的矫健而坚定。感觉明明刚才很清晰的脑回路啊，瞬间被大老师给